哦，这个450哦。那次高兴，那个反药品有了，看到有啊，云南啊。云南有啊，遥控器啊。可以不？就这样啊。配件包装吗？12亿，你没入库吧？入了4个。系统写的零。然后看一下，好像昨天我重新入进去了。那你再看一下吧，应该没有人。可以拼那个22而已。啊？22而已。昨天那个没右手嘛，拿那个 F1 拆过去的。那遥控器也一样的吗？通用是的。那你帮我准备一个左手的遥控器。黑色的哦。外观不一样了啊、哦。但是中了那个我是拼 F1 给他的哦。那他到时候肯定要退回来是人才。我还没送过啊。一定要对图的。那你跟他说一下，仓库都是左手。小叶，科翔返修的有机子吗？还是说你直接拆除遥控器返修？你回来了也是左手啊，定一台。我昨天打单的时候看系统，好像有一台是右手啊，可能你们调过系统了，右手是有货的。我一打单全部打开看了，全是左手。是吗？你要右手，你定回家干嘛不定右手呢？他们也没右手吗？你以为我笨啊？我还定回来了又让你换啊？那今天又不送吗？那台抽出来啊？还是你跟他讲一下？他们肯定是不接受的啦。用是能用，我测试可以飞。这个摸得小个头哦，哎呦，好大只嗰啲哦。可以啊，1600都可以用啊。我嗰啲好大只喎，全世界最大一只。我买咗个全世界最大嘅飞机，就揸全世界最大嘅摩打。即系嗰个12个奖啊？唔系，8个奖啊。你买咗个12个奖？飞咗啦。唔见咗啊？后期啊，上咗神台。系啊系啊，来啊！昨天是18年3，这些小东西都带来了。喺咩啦？喺北京对下。北京啦。你由北京开始出发，先去上海，再去武汉，一路碌。西屋那边吗？系啊系啊，呢个摩打太细啦，我要只好大好大。我俾我飞机你睇啊，睇下配，帮我配唔配到。